長實資深顧問李嘉誠和主席李澤鉅進一步增持長實和長和。港交所權益披露資料顯示，李嘉誠父子上個星期三透過共同持有的公司，以平均價每股大約45.7買入超過500,000股長實，涉資超過2,300萬。李嘉誠持股比例增加至到34.5%，而李澤鉅的持股比例增加至到34.57%。他們在今個星期二亦都斥資超過3,300萬，增持接近580,000股長和，平均每股作價大約57.7，兩人的持股比例維持在大約30%水平。